阿小熊大伯，这个话都唔免立钱。阿小熊大伯啊！这么在购物，人会不会料算唔知？剩六个站，再推一下，再推一下，剩五个，剩五个，快点，再五个，再五个站，小平就可以下班了。剩四个，剩四个，剩两个，剩两个。一个方法，耶，五百个，小平的任务达成了，解锁，他可以下班了。小平拜拜，小平下班了。公民组长，新人长这边，好。过来二三三四五六七七八二哩，你过来无？不三百了啦！我顶个台啊，无面呢。可以啦，台好台你是？台袂哩呢？台啊，八百。他们包。想买到你啊，你都无爱办啦。今天啦。我来给你烧两桶，两个台啊去安尼啊。搁一箱，搁一箱。弄死了无？顶弄死了人啊！恁拢是留去三顿，恁是嘛？三顿吃菜。我恁吃啊，讲个排队。500，你，一人起价500块，500块。在几位啊？500。开500啦。可以，什么可以？可以加，什么可以？500。一斤重，对，500块，贵不？贵啊！这一件一斤重，不能买啊！谢谢，来给我箱。这个是什么龟啊？这个是龟甲虾，龟，刺龟，对，刺龟，智利的，它上面有血，箱子上面有血，智利的。啊，伊啊，这龟，我一两百块两，我一两成功。买两百块，实在买两百块，你爱提单换你三位，无意思，两位。还是没有，给你交流下。没啦，我因为这三位要提单换，你就买两百一。我知道吗？我知啊。我就先来。我就先来。我就先啊，我就先来，休息来。郭小姐，你爱就先啊。干杯。高招。哎。干不会话斋，干口口吧，干口口吧。胡锅，等，拜三个拜六，我知，我是讲拜三拢袂好。拜三爱上班啊，拜三爱上班啊。拜六，要换班了，早嘞咯。拜六要上班，就拢冲出来啊。大家拢唔知我食啥。啊，你旁转是咧买个旁一层？有啊，吃沙派尔无。我是讲看你是要安怎卖。沙派换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到。沙位两百，国位拢几沙派？两百，两百。国位是咩啊？是咩？我位。咩好台哦？对啊，他要来了，我叫今天给他铺垫一夜就好啊。不要紧啊，爸爸铺啊。OK， 今天给他铺垫一夜就好啊。你坐人？没啊，我倒坐。他家里边又没得坐啊。我在今天。真的，真的换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
来，你把药拿回来。我先来讲，买药一摊啊，一摊坐坐卖两百块。你若要以为一两百、两三百破刀去坐着的，要起再到换嘞，你茫买，你茫买，我们都来买药。你叫我抬一百五十块的啊，哦，我知道你说漏雨哦，没关系啊，那不麻烦。开嘴门看麦，不要嘛。开嘴门看麦。嘴头下定下凉的，你个人不会，个人不会。你惊开嘴，嘴头。哦，今日要食啥？要食啥？要食啥？哥要食啥无？食无哦。干杯杯无？干杯杯无？三麦杯无？我看看是谁来。哥香芋头丢啊！我啊，红甘红甘今日无卖呢。红柑今日拢无人点，哦，那两只肉鱼吵架，个性不好，所以要换。这个可以，这个理由可以接受。肉鱼个性不好，可以换，可以换，这没问题。或是这个肉鱼学历太低，也可以换，没关系。对吧？哎，再过来。气象有问题，我们不可以哦。气象有问题不能换哦，气象是天生的，不能换哦。气象不能換。我怕车你车啊，你不敢到位。我车你车啊，你不敢到位。那个漏雨的眉毛啊，不完整太细的要换，因为眉毛不够完整的话，它的漏雨的它的这一生都不会美满，要把它换。过去。Hello, good friend. Hello, thank you. Nice to meet you. 没关系啊，让他管嘛，都没关系。哦，过去。哎，你要听好不好？我想，哎，七只五八西底啊。快哦，快哦，谢谢。这边底下还有，你哪看我哪输啊？你哪看？我系第一下七八，才七八，七八我想七八你想济，安尼三八五八。
不咬没关系，不咬我可以帮肉影看牙医，把那肉影拿过来，我带他去看牙医，不用换。所以多面那三片鲑鱼你想要？把我们换掉，我们不要脸的吗？那个你把它拿去换那个肉鱼，那个这一辈子都会心里有阴影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我是不是比别人差，所以你把我换掉。七杯。这西瓜，西瓜够不够？两个250了。那个阿尚，你拿来换。如果你回来的话，看到那三只肉鱼被丢掉，那摆在多少？你心里不会难过吗？你不会内疚吗？我要你现在看那三只肉鱼被丢到旁边，现在孤零零的在那边。你接下来这辈子只要想到那三只肉鱼，是因为被你拿来的话被丢掉。你只要想到，你不会觉得愧对那三只肉鱼。肉鱼当然进标题了，废话，我已经写进标题了。放下。红雷。香鱼啊。喂狗吧。对啊，因为你拿回家再拿来，他们不会再卖给别人，因为这是他们的原则，因为你已经拿出去再拿回来，你已经过冰了。我是做冰，做做冰的，可以。你拿来换，它就等于那些鱼就要丢掉。
你搁一包嘞。哎、欸。豆浆，豆浆加两面，豆饼加。后面一二三，豆皮，豆皮抹过来，有酒香。啊。大苹果吧，大苹果吧。好吧，七角。看我什么？看我什么？来，你叶佩姐，这不会啥？这不会啥？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加布丁。我靠嘞！真奶的喝啊，讲真奶布丁，要修。全部买走。那个他真的喝太多，他真的喝太多手摇饮。如果我口渴的话，我会揪一个发泡锭，发泡锭我上面系了发泡锭，然后。加水。我自己是不喝真奶。然后我大概就喝个红茶。三杯公吗？红茶。这个500，这个200。真奶太恐怖了。那边都200，这边都500。他炸，从头发上来。他们不需要一个 C 位啊。啊，你看这里。我们也可以倒位来跟我换 C 位啊。250。250。是吧？对你啊。不过因为他现在
有在搬货了，比较常在搬货了，稍微重一点比较好。这里很多机车差点塞不了，那最后有带回去吗？有啦，他真的很胖，为什么的？啊，不过我觉得，因为他现在做这个事，做这个工作稍微差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，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因为他们吃东西，然后加上每天搭配，很自然而然那个肉味就比较硬，就会长出来。阿公以前真的太瘦了，阿公以前真的太瘦。这个怎么卖？500啊。100啊，500，100，100，100，还讲100，假死啊，还一尾都差不多。无冰来啊？没有。啊，你有冰无？无啊。冰有吗？那个含糖饮料只能自己戒啦，那个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别人跟他讲没有用。对，是精壮，应该不算精壮，就是有壮，不算精壮，是壮而已。对啦，今天初一啦，有人讲了，今天初一啦。哎呀，你们话是不是初一啦？像初一。初一啦，今天初一啦。初一怎样？拜拜。哦，今天拜拜哦。初一十五要拜拜。你们有？这个多少？这个500，这个500，这个应该是200，200。人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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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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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再聊一下哈、哦，这个直播在7分钟我会收。因为现在大概收到差不多了，桌面的部分呢、啊，可能卖掉就有卖掉，没卖掉那就把它收起来。有没有人要来买的？赶快买一买。看谁呀？看一下桌面。礼拜一应该没加开吧？没有啦，他又不是农历的节。什么名啊？重阳哦。不是，礼拜一是那个10月11号啊。
双十哦。对啊。无啦，给股票嘛，双十啊，台湾最热。双十啊，无什么特别啊，对不？有啊。一样是中秋啊，是端午啊，对不？我都农历比较多啦。对啊。都做农历的啊。对啊。国历的连续假日他们没有加开，所以礼拜一他们休息。礼拜一他们休息，明天加一次新场哦，明天加一次新场。而且我们只需要农历呢。光华路，我需要农历而已呢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知道你们礼拜一定没有加开的。新大港那边有，新大港是三天都有，然后我礼拜六去，我会去礼拜六，然后礼拜日我弟去。我不知道我弟会不会追礼拜一，这我不知道。我哥你啊，阿婆你我，你个屁个头！没有，这不要。没有，完全卖完，下不到。六块就要，六块就要。是 YouTube 看到从东山港过来的，还有六人。你也下不到，下不到。特别赶过来的。你要进厨房不？你泡公司厨房不？东山，你讲话。不啦，东山是大中国那里。你在讲了没？我爸。我给我看到衣服还有肉。会报我啊？你会报我？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会报我了。明天在嘉义哦，明天在嘉义，他们明天在嘉义，刚来这个吧。明天，明对，明天在嘉义，明天是我弟在播哦。然后，这个海基米被买掉了，被买光了。特别来买海基米的。是谁？你是大坑要回来啊？大坑水还往复，大坑水还往复，二十分还好啦，二十分还好啦。啊？哦。对，明天光华路51号哦。买一颗瓜。明天光华路51号。瓜，瓜就是瓜。糖果啊。这块肉怎么卖？500。你只要那个。他喜欢。剩下这两盘哦，我还有啊，还有啦，后面还有香鱼要吗？要一盘多少钱？500。啊？500啊？500啊？Thank you.
越晚越好。去跟人家聊天，但在这边，他跑去跟人家聊天啊，在这边。他去做公关啊，去敦亲睦邻。我叫他回来倒数，我等他回来倒数。算了算了，我叫阿峰倒数。差不多了，这个在哪里啊？这个是东兴市场。那我们到叫阿峰倒数，那个他儿子跑去那边跟人家聊天了。来，阿峰倒数，五，快点啊！知道啦。快点啦！他不给我倒数，五，四，三，二。拜拜，好，去我弟那边吧，拜拜。我关了，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